大概在20年前吧，在六方会谈开始之前，他们先组织过一次所谓的四方会谈，包括两个朝鲜，还有中国和美国。当时召开四方会谈的地点呢，是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不是在联合国举行的，但是呢是在美国的国土，选择的地方呢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术性的机构，但是谈的话题呢完全是一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性质的问题，但是呢想给他一种这个民间的和甚至学术性的一种特色，以便使呢各方在那里说的话和做出的承诺呢不会被人们看作有可能构成了未来条约的基础，这样各方呢都可以留有充分的这个余地来这个改变自己的立场啊，或者调整，做出一些调整。而当时呢我非常的幸运啊，美国政府雇我呢为那个会议服务，所以呢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感到高兴的是呢，我也对朝鲜半岛的和平呢做出我自己的非常小的一点点贡献。那么今天呢，两个朝鲜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呢这个首先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向美国在那个南韩部署的32000的部队表示敬意，对于他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在那里捍卫民主自由的南韩，捍卫和平的努力，表示我的非常诚挚的敬意。我也对这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美军、韩军，也包括北朝鲜的军队和中国的志愿军的伤亡表示诚挚的哀悼。虽然这个北朝鲜的军队和中共的那个军队他们打的那场战争呢从国际法上来讲和从国际正义上来讲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是可以说是非正义的，但是他们毕竟和我们一样都属于人类，志愿军又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把他们也包括在我想向这个有关各方的所有的牺牲了生命和受伤的战士将士表示这个我的敬意和表示我的哀悼。希望呢那样一次非常残忍的战争永远不会在朝鲜半岛再一次发生。那么朝鲜半岛呢是全世界呀最容易发生核战的一个地点，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在世界上有很多热点地区啊，但是最容易发生核战的地点曾经一度在1962年的时候是古巴，但古巴的问题呢最后还是非常幸运哈，和平解决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最容易发生核战的呢就是在朝鲜半岛，所以呢同时我想向川普总统表示我的最大的敬意。虽然他在其他的一些政策我这个不敢苟同了，但是他对北朝鲜问题所划拨的时间、所这个做出的努力、所花的精力，我想呢向他表示极大的敬意。我想援引美国这个历史上的一位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说的一句话，他曾经在大概100多年前吧就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就说美国之所以成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全世界啊。那么现在美国在做的事情呢，我觉得呢也是在试图落实美国先前给自己肩上所这个扛上的这么一个非常伟大的责任。当时这个杰弗逊在写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他说我们美国啊，它的存在和它创造出来它要获得独立的宗旨就是要追求
人的这个自由啊、幸福和这个生命的这个安全啊，而且呢是为了全人类。美国今天在做的这个事情呢，仍然是美国的先贤，包括杰弗逊当时所主张，美国之所以要创建出来要做的事情，它的是有延续性的，这个工作仍然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无数的热点，有几十场战争仍然在打。感谢上帝的是，离中国最近的啊，离中国人民利益最攸关、这个最密切的一个地点的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有可能会熄火，这个前景本身就让我们大家感到非常的宽心。那么关于这个战争呢，刚才有的同事们说哈，好像内战呢、啊、这个不是那么残忍哈、啊、血浓于水，但实际上根据经验的统计和这个研究啊，实际上内战比国际战争更加的残酷，造成的死伤呢也更多。这有点呢和这个一个宗教的教内它的争执的烈度，以及和一个政党，像宗教型的一种政党，像共产党，它的内斗要比它和党外的斗争和教派外面的一个其他宗教的之间的斗争要更加激烈，大概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提出我们自己的解释啊，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但实际上这就是人们经验研究的结果。那么但是呢，这个战争呢和和平呢和我们人类被上帝创造出来以后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人类的历程。这个但是呢，有时候呢战争和和平呢都只是一念之差的一个事情，我们一下两个国家啊一斗起来可以很快就兵戎相见。你看中美关系在一年半以前它仍然是相当可以的，很高水平的，以前还要讲是这个新兴大国关系等等，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有人甚至说已经到了战争边缘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发生的这个背景呢和这个时间呢非常之短暂，一方面我们可以相见一笑泯恩仇，一分钟之内化解了心结，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一分钟之内我们双方可以向对方投掷核武器、核炸弹。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贝里啊，他估计在这个朝鲜半岛发生核战的几率是50%，那是1994年。但是只是在最近，大概2个月以前，在川普威胁啊对这个北朝鲜进行强有力的制裁的时候，有人问基辛格博士说，我们美国可以不可以首先对北朝鲜使用核武器啊？基辛格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选择。我相信金正恩也听到了这个话。但是如果真正北朝鲜领土上发生了核战争，那么有可能北朝鲜再也投几个核武器呢，像南韩，那朝鲜民族有可能就灭亡了。而这只是在几个月以前的事情，那它所造成的核污染也会影响整个的中国的东北地区，所以而这只是几个月以前。顾博士，你这个发言还有一分钟。嗯 ，OK，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人类呢，一定要努力的压抑我们每个人心中存在的黑暗面，和大力的发挥我们心中的阳光一面。那么。关于这个朝鲜半岛呢，朝鲜韩战呢，这个之所以对中国重要呢，是因为韩战呢，使中国卷入这个韩战之后呢，走上了一条完全错误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道路，而走上了那条道路呢，使中国人民遭受了30年的苦难，而只是在
这个30年之后，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才逐渐的这个摆脱由于韩战给中国人造成的困境。那么，从北朝鲜的角度来讲呢，在朝鲜半岛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北朝鲜是工业地区，南朝鲜是农业地区，是落后地区。但是现在这两个地区的 GDP， 南韩超过了北韩的几十倍，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北朝鲜的开放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啊，他们也想过好日子，那么对于中国的含义呢，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习近平先生应当和蔡英文女士两个人一起学习两韩在这个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做法，和试图打开自己的胸襟，啊，采取一个更加符合人性的做法来化解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我希望，习蔡要向他们学习。